408题的话，它题目部分是什么？奇偶数个数计算。OK，意思就是说了哈，应该是什么？输入什么？输入那个数字，然后判断它是奇数还是偶数，并且把它加起来。所以这边的话会需要什么？第一个，输入什么？输入整数哦。OK，所以底下有说明，他说这个请撰写一个程式，让使用者输入10个所以它重点在十个。10个的话呢，当然以我们之前讲过，如果像刚刚前面这一题是不定数，不定数是不确定几个。如果它这边出现是请输入不确定个数的整数的话，那你用 while 回圈。可是如果它今天已经告诉你说有十个的话，那表示说你这个地方应该比较正确，应该是用 for 回圈。那你可以 for i in range 什么呢？比如说零逗点十有没有？那就是十个啦，0到9就十，或者是1逗点11也可以了就是编号1到11。然后输入的话呢，我们如果说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什么？输入完之后要判断说到底它是奇数还是偶数的话，我怎么知道它是奇数还是偶数呢？当然，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你如果除以二之后的余数，如果除以二之后余数等于零的话，那表示整除，那理论上一定是偶数嘛。那如果反之，那就奇数不外乎奇跟偶嘛。那但是呢，个数部分的话，有点像是我要知道有几个的话，就是有点像你要把它加一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嘛，我们好像前面有一个什么？c 等于 c 加一，加一是说如果那当然，如果说我将来呢，希望把它累加起来的话，那也许我可以增加两个变数吧，一个是奇数，一个是偶数的变数，然后呢，如果有就把它加一，如果没有的话，反之那就另外一个加一，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该如何撰写？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当然第一个我们需要两个变数，一个是放奇数，一个是放偶数，那当然个数嘛，所以预设值等于零，有没有？那再来的话呢，让它输入完之后的话，所以输入十次这边题目有十次，所以可以一个什么 for i in range，比如1逗点11，让它去输入。输入的话呢，我们要做判断说它能不能被二整除，如果是能整除，那就偶数，所以偶数的那个变数加一。反之就是奇数那个变数加一，OK，那最后再把那个结果把它 print 出来。print 出来的话呢，那它这个地方一样会需要用这个英文的叙述方法，这个 even 的 number 冒号这边记得一定还是要一个空白。然后这个一个是奇数，一个是偶数的输出啦 OK，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奇数部分的话，是几个。偶数部分的话呢，是几个？OK，做这样的输出中间一定要加空白。那这个地方呢，该如何撰写请各位先试试看，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程式跑的流程所以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啦也就是如果你可以把刚刚我讲的那一串逻辑，可以把它转成对应的程式的话那我想你应该将来如果是考试的话啦，你就会觉得很顺畅。为什么？因为马上看，因为上面其实说明就有答案了，你就照着那个他给你的提示，然后你把对应的程式给打出来，那基本上就 OK 了。那当然，另外一个啦，就是未来你的工作也是一样，如果你可以把你工作里面遇到的状况也可以转换成一连串的程式，那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说工作上面的这个资料的复杂度也好或者这个逻辑的复杂度也好，那当然会比较高。可是实际上，大部分呢，基本上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流程呐、啊、哈、哦，会反正一定是重复嘛。那重复什么？一定逻辑判断然后要做就是说呢，是不是不定数或者是固定数这个都，然后里面要做什么输入，做什么输出，大概大致上应该都这个有一个固定的规范所以请各位业主先试着把那个第408这一题先试着做看，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解这一题
基本上的话呢，它给我们十个整数，OK。然后这个十个整数的话，它不确定说几个是偶数，几个是奇数啦。哦，所以基本上的话呢，它就是让我们去输入这些值。所以也许你将来写完之后的话，假设这个程式写完之后，然后就去输入这执行的话，哈，就分别怎么样呢？把那个它提供给我们这几个数字哦，包含什么呢？69 Enter 哦，它就去做逻辑判断嘛，哈，然后48 Enter。19 Enter 哦，然后分别输入之后的话呢，假设它是奇数，它就在奇数那边加一；如果是偶数的话呢，那就在偶数那边加一。OK，好，所以哦，我们必须要写出一个类似这样，那不断让它输入十次嘛，哦，所以呢，最后十次它就离开，所以也是我输入十个整数之后 Enter，它就要离开，然后并且把最后结果 print 出来。OK，那告诉我偶数有5个。奇数呢有5个，哎，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OK，所以哦，输入是输入10个哦，OK，那输出的话呢，输入2个结果哦，那并且这边其实会需要有一个这个输出的偶数跟奇数的变数哈，那首先的话呢，一样我们开一个新的档案，然后再来的话，也许啦，在我们撰写的流程哦，第一个就是。我会需要把偶数跟奇数哈，分别做加总累加嘛哈，所以呢，第一步的话，我先建两个变数啊，一个是 even 啊，一个是 old 哈，然后呢，这个预设值都等于0，OK，意思是说里面哈预设值里面是没有奇数跟偶数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是开始跑个回啊，其实比较可能会出错的应该就是这个回圈啦。其实同学最容易出错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回圈，那回圈部分的话呢，当然了，写的方法哈，前面其实写蛮多的，所以要慢慢习惯了。你当然我那上面是用 for k 哦，啊，也许你如果习惯用 for i 也没关系啊，for i in range 啊，如果你习惯怎么写，你就写，那要跑10次嘛，所以10次你可以0.10。这样也 OK，甚至我前面讲过，你可以直接写成十也可以，因为如果前面那个数字零的话，那其实是可以省略掉的。或者你如果习惯我们前面写1.11，因为从第一次到第十次嘛，因为11的话是停下来，表示说它不会跑11，会跑11前面那个，所以1到10，好，那就也是10次。那冒号其实这样的 OK，好，就看各位自己的习惯了哦。那当然比较精简的啦，哈，其实就这边打个十就好了，这样相对比较精简啊。可是如果你不习惯，没关系，写这样也可以啦。我一直强调了哈，写自己习惯的写法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自己习惯的写法，当然相对比较不容易写错哦。因为如果你要模仿别人的写法，很容易就错了。我发现真的不能用模仿的方，就是只是。一直模仿别人写法，那当然最后哈，你永远都记不起来哦。因为而且有的时候哦，不同的作者哈，或者不同的老师写出来程式，真的风格完全迥异啊，差别实在太大了哈。所以尽量自己找一个自己习惯的方法哈。好，那底下的话是什么？输入10个嘛哈，所以 for i in range 好。那底下的话呢，输入它一定会先输入那个资料，所以呢，我们就让它输入。输入的话，输入到哪里？输入到 A 好了，A 等于整数嘛，所以用 int 就好，int，OK 哈。转型输入什么呢？input，所以呢，让它 input 一下，好资料啊，你输入哦，输入一个数字放这边，好，那输入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做一个逻辑判断，如果那怎么样呢，会是偶数？怎么样呢？会是奇数啊？输出的话，因为它要先偶数再奇数嘛，所以呢，我们先判断它是不是偶数。哎，那怎么样判断是偶数？前面讲过嘛，哈，如果 a 这个值呢，除以二之后的余数等于零，哎，除以二之后的余数怎么表示？除以二之后的余数，那就这个哈，百分比符号，然后呢，除以二之后的余数，整除了哈，整除就等于零。的话，OK 哈，如果整除的话哦，那就冒号做什么？to do 好，做底下的事情，那就是什么？目前偶数
里面的数量等于零。那因为呢，如果你输入一个，它能够被二整除，那表示它是偶数，所以我就在偶数的这个变数里面放什么呢？把它加一存回去，加一之后存回去哦。那怎么样加一之后存回去啊？记得哦，这个 even 哈、哦，这个等于什么呢？它自己本身后面记得加一，这个好像前面有写过类似的。它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后面计算完之后存到前面去，所以本来是零，然后因为零加上一之后存回去，那里面就变一的啦。OK， 哦，这个写法啊。当然，另外呢，我在云端上面的写法，我有一直强调另外一个简单一点的写法。如果你不希望那个变数重复两次，你可以怎么加等于零也可以啦。哎，这样子的话呢，就等于 even。等于 even 加一啦，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这样的写法看起来应该是比较精简的。OK， 那当然是不是一定要精简啊？就看各位了。哦，因为有的同学啊，可能以前有学过 VBA， 如果你写 VBA 的话，哎，他没办法，他不支援加等于一这样的写这个写法，那他只支援这样的写法，好，那你就写这样。OK， 哈、哦，好，那如果你习惯这样好了哈、哦，好，那反之的话，如果不能被这个什么了？二整除的话，那反之就 else 冒号有点像 to do， 哎，做什么？哎，那就是偶数。所以呢，我们就在底下这边怎么样，再加一个什么？这个 odd 这个变数哈、哦，它等于什么呢？自己本身加一，有没有？那就偶就奇数部分加一的意思。OK， 那也就输入十次，所以输入一次有没有？输入一次判断，那就是奇数加一，这个应该是奇数。那这个的话偶数哦，整除，所以这个偶数部分加一，然后这个奇数加一，有没有？所以加了一之后，本来一个变两个，有没有？然后变三个，变四个，然后偶数变成什么？两个、三个，然后一直累加、累加、累加。OK， 那加完之后的话呢，最后哈、哦，这个 even 的这个变数里面就变成五，因为它加完存回去，加完存回去。那奇数部分的话一样哈、哦，加完存回去。啊，最后如果我要把它输出的话，题目部分的话哈、哦，它有提示啦，就是我希望哦，你输出的时候呢，就是帮我写成这样子哈、哦。那当然你可以用 format， 你不用 format 也可以啦，也用可以串，反正这个地方输出串接的方法很多哦。那我这边的话是用 format， 这样哦 ，even number， 然后空一格把资料放进来，点 format 哦，把。再把什么？把这个偶数部分的变数值放在这里，奇数值放在这里。OK， 好、哦。那你想说，老师，我不太喜欢用 format， 我可不可以利用？其实也可以啦。你另外一个哈、哦，就是说不要空格，也不用大括弧，直接在这个后面加上什么逗点。好、哦，然后呢 ，even 就可以了。写这样就 OK， 写这样也可以哦。OK。那想说老师，那空白那个空一格呢？啊，跟各位讲哦，如果你这个 print 哈、哦、后面如果是逗点的话，它会自动在这个字串跟后面的这个变数哈、哦、中间加一个空白哦。哦，这个可能要特别讲。但相对了哈、哦，如果写这样好像比写 format 还来的简单一些些，因为你会少写蛮多字的了哈、哦。那至于哪一个？比较 OK 啦，我是觉得还是你自己习惯就好了，好，你不要记很多种，最后一个都不熟练，那当然就不 OK 哈。好，那最后的话把它执行，那执行的话，当然呢，我们就按照，题目他要的啊，分别把那个值给输入啊，看到如果看到对的结果，那表示 OK 哈，恭喜你。比如说我们最后那个再把这个稍微再run一下，如果确定 OK 的话，那表示这应该就没问题了，那只。就是分别，你可以用那个题目提供给我们这个啊、哦、里面的输入哈、哦，分别怎么样把它上面的值哈、哦，通通都把它输入。那如果得到的话，就五个五个，那表示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哈。三十八十二四十 ，Enter 哈、哦，得到了哎对，五个五个好。那另外的话啊，有同学说，老师这个地方好像不需要说用那么多变数哎，啊为什么？因为呢哈，它总共就十个，那不外乎就偶数，另外一个就奇数嘛，所以其实哈，如果我不要这个
ODD 等于0的话，其实哦，假设啦，我这个不要的话，那我最后这个要怎么办呢？其实哦，也不用，你就是 else 这个也不用了，因为哦，它不外乎就是奇数，不外乎就是偶数，所以最后的话呢，其实是 ODD 怎么，你可以怎么用10减掉什么，减掉 even 不就好了？减掉这个。因为反正呢，最后 total 就十个，那十个减掉它偶数的部分，不就奇数了吗？哦，所以你会发现呢，哎，这个写法好像更精简呢。好，OK，那请各位试试看哈，408的部分哦。